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7月19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为了推展新北市公有零售市场的多角化经营，提供消费者更丰富的采买环境，新北市经发局特别在7月20号、21号两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板桥黄石市场举办新北市二手市集活动，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的市民都能够认识新北市的菜市场的魅力，把经营模式都推广到全市所有的公有市场中。市府经发局表示，为了提供民众舒适的购物空间，这次活动特别安排在整洁明亮的板桥黄石市场二楼室内场地，提供民众舒适安全的环境，同时也消除一般人对于二手商品来源不清、价格不透明的疑虑。经发局特别要求所有出售物品都需要提供出售证明，现场并统一标示商品价格，让民众可以逛得开心、买得安心。经济发展局第一次，算作第一次办二手市集的一个活动哈，当然我们是结合一个公益团体啊，然后结合市场，那我们再结合商圈，我们把它三合一的一个组织哈，把它结合起来办一个二手市集的一个市场。那我们的活动是在我们这个礼拜六7月20号、21号在我们的板桥黄石市场办二楼上哈，做一个二手市集的一个活动。活动现场除了有多元的二手商品外，并提供新北市商圈各种原创饰品和百工达人现场 DIY 教学，还有艺人小柯摆设摊位提供艺人的二手物品，歌手王俊杰、曹雅文现场演唱，希望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及老朋友们一起到现场感受新北市二手市集的魅力。因为我平常很喜欢在家里做一些小卡片手作的部分，所以我准备了20份的手作的一些小材料，然后要跟现场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到时候啊，我就会以有奖征答的方式，那如果说答对我问题的朋友们啊，我就会邀请他们上台跟我一起做那个手作的一个活动，让你买的安心哈。第二个，我们有标价哈，标价说得清楚。第三个，我们有一些售后服务啊，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啊，他还可以去做一个售后服务哈，所以从旧的东西把它再整理，然后再新的产品啊，让它这个爱的过程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哈。另外，家电达人现场也提供家电义诊与付费维修服务，欢迎民众把原本不堪使用的小家电拿到现场，希望透过达人的诊断维修，让小家电得以回春，可以继续使用。整个销售环境与展出物品完全考量到不同年龄层顾客都可以选购到适合的二手物品。记者朋友讲，市府常报道。